谢谢大家的莅临哦，然后我也很高兴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有一点跳出我自己的舒适圈的感觉，这样，因为我以前大部分进行的都是比较就是文学性质比较单纯的讲座这样，但是今天它显然是一个更文化面的，然后跨足到不同的这个艺术跟空间领域这样子的一个讲座。那这次也很高兴可以跟张大哥就是对谈这样，有他在现场，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安心这样子。那他刚刚就讲到，就是说呢，因为现场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读过这个小说，哦，所以也许我们还是需要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谈一下这样子。那这个小说是译写自这个王尔德的这个格雷的画像这样。好，那他从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搬到1960到70年代的台北这样。好，那这两个因为时间跟空间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好，那所以在里面其实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虽然隐约可以看到60到70年代的台北城的某一些轮廓，但大体而言它并没有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篇幅去描写当时的台北。好，当时台北有一点像是它里面的人的这个艺术跟情欲还有各种哲学的辩证的一个隐隐浮现的那个背景这样子。好，不过等一下我会稍微讲一下那个隐隐浮现的那个背景它可以怎么样跟台湾文学上面一些重要的也时间比较相近的作品，他们之间其实是可以互相的衬托的。好，那这个故事它其实非常简单，它就在讲说一个艺术家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他梦想中的模特，就是特别俊美的，哦，另外一个跟他一样是这个台北上层社会里面的某一个年轻的这个美男子这样子，哦，那么他同时他就告诉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哦，事实上也是一个上层社会的某一个，他们通常都是继承了相当大的祖产，哦，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没有人需要工作这样，大部分人都不用工作，哦，那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在追寻怎么样让生活过得更好玩更有趣。事实上这个王大闳在自己的这个随笔集里面他就曾经讲过，他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他说就是无聊。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他所译写的这个杜连魁里面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些上层社会的不需要实际去劳动来赚取自己每日所需的这一些里面的人物们，正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财富跟文化的背景，他们其实有比较大的余裕可以去追寻一些更为精致更好的，哦，在一些小的地方能够锱铢必较的那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所以读这个小说同时也在读这个东西。好，那总之呢，那个艺术家他替这个美男子他画了一幅画像，那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哲学跟人生的辩证，总之到后来这一个画像似乎替这个美男子承担了他的人生，也就是说这美男子在这个真实人生跟艺术的对照过程当中，他感受到青春的重要性，他觉得他要永远的留住青春，他就想这个画像跟我这么像，如果他可以替我老，然后我像那个画像一样永远不会老，那不就好了吗？好，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愿望成真了。那他后来做了很多人生当中做了很多其实不太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不太好的事情都反映在那个画像上，那个画像的里面的人的表情变得更残忍了。好，他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好，他看起来完全不像原来画出来的那个祥和的美丽的那个人知道，可是他本人呢却好像蜡做了一样永远都不会改变知道。好，所以这个故事就在讲这件事情。那如果现场有朋友之前读过这个王尔德的原著，你很可能就其实大概知道他讲的是这个故事。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它被译写成台北版本，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对王大闳本人，对于我们今天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还要来读这本书的这个台湾的读者们来说，它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它除了是文学上的，他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认识跟开展？好，那这个是我们两个今天就是试图希望可以彼此激荡出来的这样子。好，那我完全没有见过王大闳本人哦，那但是张大哥他是曾经跟他有多次亲自的这个机会这样子，所以我想是不是接下来就请张大哥先来谈一下你的看法？好，这个时间要回到很久远之前啊，因为我其实有非常幸运的机会在90年代，应该是94年左右啊，
有跟王大闳先生有4到5个下午的一个采访啊。那为什么会有那个机缘呢？因为大家如果你现在去淡水的话，其实你往右边的那个大屯山的连里那个山脉上看，那上面有好几栋高耸的房子啊，突出在那个山林线上面啊，那个是1990年代。台北有一家建设公司在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开发案。那个开发案他后来这个建设公司把土地卖给了4家其他的建设公司。可是他自己是用其中一个核心的开发案来贩卖其他所有的土地。那个核心的开发案现在大家在那个天际线上你就可以看得到，是一栋椭圆形的建筑啊，它是一种非常几何形状椭圆形的一个30几层楼高的建筑啊。那个建筑的设计师是 Paycob and Free， 就是贝聿铭跟 Cobb 跟 Free 的合伙建筑师事务所。那当然在90年代初期，贝聿铭那可能是世界大概最顶尖知名的建筑师啊，因为他完成了巴黎的罗浮宫，他完成了香港的中银大厦。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前后不多久，他拿到了普利兹克奖，就是号称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所以这个案子在这里贩卖，他要卖台北最高的价格，拥有台北最好的视野，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从海到山到整个台北盆地的最棒的 view。可是有一个在行销上有一个致命的约束啊，也就是说贝聿铭先生禁止用他的名字来为这个建案做任何的行销推广活动，包含做广告。所以这个建案的代销公司就在那个时候是贾桂林广告，然后那个时候的负责，其实现在是负责张玉能先生啊。那他想到了一个法子，因为他承接这个案子啊，我是帮他那时候在做广告的人，我那时候离开天下杂志。人生正为着各种五斗米折腰的事情烦恼啊，所以我其实一开始踏入社会的最前面不是说踏入社会了，离开天下最前面几个工作是在做房地产的企划广告。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张玉能帮他做一些行销企划的，他想到了一个 idea， 他说他实质上拜访过贝先生，然后他也去了美国波士顿啊。所以他跟所有的这个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其实都非常熟。他说，贝先生的研究所同学是王大闳，所以既然我们不能说贝先生，那我们其实就来说王大闳先生啊，因为你必须要把整个贝先生的当年在哈佛的那个 background 带出来，你不能直接讲他，那你就讲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就会提到他这样，所以。张玉能先生他就说，那我们就来做一本王大闳传吧。那我其实那时候并不太认识这个王大闳先生，那我就硬着头皮打了电话居然同意了。所以我们在应该是王守正先生在统领大厦的事务所有了4到5次的访谈这样。那当然访谈我是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生命的震惊啊，因为他跟我想象的完全是一个另外不一样的人啊。那怎么说不一样的人呢？如果是一位建筑师的话，他可能会对他的作品侃侃而谈啊。但我跟大闳先生见到面的时候，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说，我刚刚破产啊。我记得了哈，我当然我的记忆也许不是现在时隔30多年了，1994年要18年了哈，所以也我未必那么珍惜了。但我印象中第一个深刻的事情是他告诉我，他最近刚刚收掉他的事务所，然后他负债3000多万，然后他现在家里有很多东西要卖，然后如果我可以帮忙的话，可不可以帮他卖一些东西？这是第一个。shock 啊，我就说，如果我去采访他之前，我看的所有的
叙事资料是准确的话，那他是台湾所有建筑师事务所最崇拜的建筑师啊。那时候我刚买一个新家在花园新城，那帮我设计新家的建筑师叫陈冠华啊，后来就是实践的老师，现在是原志的老师啊。他说他美国奥勒冈州念完建筑硕士回来，他千方百计就进到王大豪先生事务所，他求他做收他做土地，然后他说做任何事都可以，所以他说他画了国父纪念馆的那个楼梯的扶手吧，他光画一个扶手图就画了三个月，所以这是我去采访大宏先生之前的印象。没想到他，我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威严有权威哈的派头，然后大概下令挥军可以指挥到千军万马的一个人，没想到他坐下来第一句话跟我讲的是这个事情啊。但这个事情是很新奇。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很新奇的事是，他把一个苏格兰制的牛，应该叫 butter cake 啊，就是牛油做的饼干，推到我的面前。他说这个要配这个茶喝。他说这个 cake。是他当然解释了这个 cake 的来历，我就觉得说哦，他看起来好像比我更热，应该叫我们年轻人应该是对物质比较陷入更陶醉的，但显然其实出头的老先生显然比我们更厉害啊。后来谈到的时候，谈到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传记式的访谈，先从年纪轻的时候开始谈，有更多更有趣的事，但我因为时间关系，等一下再来讲。但我必须要讲说，很可惜的是，这个访谈做到四次或五次了之后就终止，原因是在于那个山上负责要盖那栋房子的建商，他把土地都已经卖光了。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再去推销那一栋大楼，所以他也跟贾桂林广告说，我可能我也不做这栋大楼了。所以整个的计划案就在半年之内就戛然而止。然后贾桂林又通知我，既然如此，那王大宏传也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很遗憾，也是我一个人生中非常重大的懊恼，所以我，假如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应该你不做了，我就持续我自己就把它做完的这样子啊。那也许现在文心出的书可能就是王大宏传啊，不是杜连魁不一定。Anyway 这是我跟老先生碰到面的开始。我总体的印象是，他非常的温文儒雅，讲话慢条斯理，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情感跟情绪性的字眼，但是他非常 illustrative， 就是说他非常阐释性解释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他用字非常非常的精准。我后来才知道，我看了杜连魁才知道，等一下我会讲，原来王大宏先生是内在，或者说他的生命来历是跟我们绝大多数人认识的建筑师是不一样的。老先生，我采访他的时候是夏天，可是他穿着西装，打着宽大的领带，然后每一次去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甜点。我现在人生中很多的记忆深刻的判断都是他给我的，比如说他说你刚吃完中饭，你的中饭其实来这里之前，我跟他约大概下午两点嘛，就是你来这里之前其实都没有 period， 这个甜点是让你的中餐有个 period。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醍醐灌顶式的生命导师了，但他却 under 在我的一个任务之下。所以这个是我跟王大宏先生接触的第一个来历。那第二件事就是我后来开始读到了葛雷的画像。
那因为王大炜先生翻译的杜连魁，所以那个年代的杜连魁是我记得是汉堡德先生的那个出版社出版，然后是高信江的是出版社发行啊，所以等于是那是另外两个厉害的长辈，所以显然也是王大炜先生的交友圈啊，也是可能当年他的文艺同盟的成员啊，所以那我就回头去看这个小说，然后我才慢慢知道王大炜先生他可能的某一个，他在1930年到了欧洲念书之后，他的成长过程的，他的心灵的那个内在的历史。那也因为这个内在的历史，让他在建筑他的生命实践场域里面，有着完全不同于他同代的建筑师，包含西方的建筑师，像他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现代主义的大师级的人物叫 Philip Johnson。他最出名的是在树林里面做了他的玻璃盒子的房子，跟他在隐身在地下室的一个 museum。那还有，后来飞黄腾达的贝聿铭先生，王大闳的房子，我在那个时候因为要做传记，所以我跑了好几个地方的专程去看。那我是台大毕业的，那包含着我当年在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记忆。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现在已经跟当年完全不同，现在他台大校方简直是王大闳先生的敌人啊！他把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把他搞到这个理想状态的反面啊！我当年的图书馆一进去的时候，在那个交易厅看报纸的地方有一个中庭，中庭是鱼池，透空的，鱼池里面有鱼在游泳啊。进去右边，也就是说现在自助餐厅跟麦当劳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后来这里面的厨房搬到台大后面的鹿鸣区，它现在就变成一个四不像的地方。那我曾经在那里大学的时候办学院影展，采访过宋楚瑜跟张艾嘉啊。那对面是一个礼堂，大闳先生坐的是一个，我们进去是最高点，然后是沉下去的阶梯。然后舞台在最前方，所以那个时候的建筑是迷人的不得了。那我们说反政府，不是反政府，反学校社团的办公室在楼上啊。那楼上外面有一个廊，那个廊的柱子是用两层楼的圆梯把它撑高的。我常常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把外面放风筝的风筝就绑在我们的窗子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活动中心这个我们讲说这个锯齿状的屋顶上面有两只风筝飞到天上，那是我大学最美的记忆啊。我后来当然我94年的时候我已经毕业十年了，所以我再回到学校去看，再看这本小说，我就慢慢俨然进到了大闳先生的某一个幽暗的生命世界。所以后来当时隔我要讲到现在说，那叶晓珍出了这本书，我是觉得我们其实要尽一些些努力重新让这本书得到台湾读者更多的注意。那其实是我们可以进到王大闳先生的生命世界。那进他生命世界到底干嘛呢？而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像他一样，用一种自我塑造，我们英文叫 self-fashioning 的方法，让你的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可以大开大合的往前突破。我自己感觉这就是王大闳先生的建筑，跟他同代的同时代的建筑师来比，具有那么多差异，那么抒情，又那么隐约，又那么实质的美丽之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凡的心灵，他对美的探究是非常非常深奥的，是进到他生命世界里面的，所以他每一天都在琢磨着的那一种新奇美的可能性。那这种美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美，而是你的生活可以与日俱新，站在时代的尖端的那种美。那这种美又不用去讲，但是你透过你出手的
线条，你对空间的把握，你做出来的房子就是一种气魄，一种美啊！我相信你们看过侯孝贤的主演的一部电影叫《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其实是杨德昌拍的，这是一部很纪念性的电影。那中间有一部最奇特的画面，是一群人骑着摩托车，从重庆南路左转过来，然后背景是总统府，所以那个摄影机是在另外一辆摩托车上这样拍过。可是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他拍过的时候，你绕过的右边是一排非常宏伟，我叫什么？我在一种恢宏感的建筑，那就是王大闯先生设计的外交部啊。就是现在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凯达格兰大道上面看一看总统府跟旁边外交部的关系。这种种是我想要讲的第一段，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来读王大闯、葛雷的画像，所译写的杜连魁呢？那其实是我们从这个小说里面，我其实觉得两本小说可以参照对照哈。你可以进到王尔德跟王大闯身处的两个不同的时代，看着两个心灵怎么样透过身体遭遇感官世界的启发，慢慢不同的自我塑造、自我磨铸，或者说自我教养，然后成为当代最具有创造力的人。那我的很朋友里面很多都是现在的建筑师职业者，其实他们常常碰到我问你说，哎，我靠，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破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出像魏延武啊，像这个库哈斯这样的建筑呢？那我其实都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其实想想王大闯先生，然后你要不要去看看他的杜连魁？你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突破你现在生命边界的看法啊。那至于那是什么，我等一下有时间再来讲的。我现在就把时间交还给嘉贤，因为嘉贤接下来要主持这个小说的另外多种不同角度观看的系列对谈，所以今天算是第一场吧。我们要让主持人掌握着全局啊。不会，这很有趣。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很，我想是一生很难忘的场景。当你要去采访一个你之前就已经知道他的一个重要建筑师，就他第一句话是我破产了，这我想是一生很难忘的这样子。那我觉得我有一点幸运，就是我进台大念书的时候，他还至少有一半保持原来的样子。活动中心，我当时会觉得那个建筑物就是特别的通透，那个光线特别的好这样。然后学生到那里面，我对那个鱼池印象深刻。对，那他现在改变已经非常的多了。那本来我会觉得在台大的这个延陵大道的两侧，因为它大部分是这个日本和洋式的建筑，那一种色泽跟线条，我觉得跟活动中心其实蛮不一样，尤其活动中心的那个屋顶的那个锯齿状，我觉得会让整个，就怎么说，因为台大的那个轴线两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殖民地感受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就让它起了一些线条上面的变化。所以它应该其实是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建筑之一，这样子。不过很不幸，现在进去就是大家都在排麦当劳。不过也因为麦当劳是里面最好吃的东西，所以对，就很无奈就会变这个样子，这样子。好，那我先讲一下我在读这个杜连魁的时候，其实我会想到一些东西哦。因为在这个讲座之前，前面有一个机会先跟詹大哥碰过面，所以还有稍微讲到一下那个甜点的这个回忆这样子。那我想这一种对生活的细节的这一种讲究哦，它其实是需要某种愉悦跟悠闲在这里面的。那么一个说我破产了的人啊，但是他还有这种余欲，我觉得那个东西已经渗透到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的某一种生命的底色，知道？好，那我觉得王大闯所呈现出来的那一种气度，他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的贵族哦。那贵族这个词汇呢，在我们进到这个20世纪之后，它有些时候它像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
哦，就是当我们讲民主或讲平等的时候，贵族他通常会被大家视为，也许是令你觉得有点落伍的，或有一点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的，哦，等等之类的，哦。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有趣的是，我们在文化上面，我们又常常会欣赏或羡慕那一些还保有一定程度贵族气度的人，哦。在文学上面，比如说像木心。哦，木心有很多人喜欢他，哦，那有很大原因跟他有一种贵族的气质，哦，其实是有关系。那但是这种贵族的气质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他用多好的东西，哦，但他用的东西当然是很不错，但是重点可能不是在于他用多好的东西或者是财富如何，好像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类似像刚刚张大哥所讲的王大闳的那一种生活的某一种态度、气质、坚持，还有对美这件事情 的某一种他绝对不可以变异的某一种坚持在那里面，这样。那我会想到这个我们台湾当代有一位重要小说家叫做骆以军，哦。骆以军他以前写过一个小册子，他是非贩卖的，附在他的小说集后面一起给读者，叫做经验匮乏者的笔记。那他里面他就有讲到说，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好写的东西就是鬼。因为鬼人人都说看过，但是你又 无法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我高兴怎样写就怎样写。可他说最难写的就是贵族，对，他说贵族是最难写的，就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你读再多书你就是写不到那个核心里面去，这样。哦，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文学史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明，哦。对不起，因为我今天会谈文学的关系，我有时候那个时间会稍微拉的大一点点，这样子，哦。那这种贵族没有办法写，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红楼梦》写的就是上层社会的故事，这样子，哦。那它里面呢，大家除了读人物关系之外，它其实里面的那一种生活情趣，哦，它是怎么样铺展开来的，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样子，哦。那《红楼梦》它18世纪出来之后，它非常风靡读书阶层。之后呢，很多人想模仿。那模仿分成两个路线，其中一个路线呢，在我看起来就非常庸俗哦，就他一定要让贾宝玉跟林黛玉在一起的那一种路线，或他要让贾宝玉跟所有的女人在一起，好的，这是一种路线，这样就一定要大团圆。但是有另外一种路线是很羡慕，为什么可以写这种贵族世界，哦，就很想写，可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体会跟经验，哦，就写不好。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有办法写一个男人跟很多个女人一起生活呢，哦，的这样子的世界到底要怎么写呢？结果最后就会写成妓院小说，哦，这个事情这种发展我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就是它还是呈现出贵族是有多么难写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哦。所以我等一下其实会稍微谈到一下这一个部分，这样。好，那我今天投影片放的第一张其实是王大闳他自己所翻译的，这个普特雷其实就是波特莱尔，好，其实就是波特莱尔，那他当时用的艺名是这一个，这样。那王大闳他翻译过几首波特莱尔的诗哦，那因为王大闳他精通法文，好，虽然他受教育主要受教育是在这个英国跟美国，但是他的法文非常的好。那么在他的文学作品跟他的这个散文杂文里面，他常常引用法国文学。好，那这个大家如果去看就会非常清楚。那他在这里面他讲到说，这个爱神跨在情人的独楼上，嬉笑将这宝座亵渎。好，那就是我觉得他在这边就是我们一讲到情人爱，然后或者是恋爱或者是激情这类东西，他往往跟人的色相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样。所以所有的文学家跟艺术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就是说爱有没有期限，它什么时候会消灭，哦，那爱这件事情它到底是纯精神性的，还是它必将附着于一个色相一个身体之上，那如果这个色相或这个身体它有一天消灭了，那么这个爱它还可不可以留存，哦，等等等等衍生出来的相关的议题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跟艺术家全部都很感兴趣的事情，知道？好，所以我当时看到他特别喜欢这一首诗，翻译了这一首诗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王大闳他在《杜延魁》里面，他其实有特别写到《红楼梦》，
哦，他有讲到，就是说他很晚才读《红楼梦》，他以前看不起《红楼梦》，他以为是一个言情小说，他觉得没什么好看。结果后来有一个机缘，他看了之后，他说他非常感谢，就是他那个朋友让他一定去看这个小说。他发现这个小说跟他所喜欢的这个格雷的画像的主角之间有某一些共通点，那乃至于他在译写格雷的画像到变杜连魁的时候，他里面会特别的提到《红楼梦》这样。那虽然他提到的地方不算非常多，但是因为他在他另外散文也会提到《红楼梦》，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相互对照的地方。《红楼梦》里面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呢，它在里面有一点神怪的那个色彩在里面，但是这面镜子呢，它就是你看正面是美人，通常就是你喜欢谁，你里面就会看到谁，哦，有一点类似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镜子一样，你会在里面看到你最欲望或最想念的人。可是如果看反面呢，反面就是一个白骨，你翻到正面看就是美人，翻到反面就是一个白骨。好，那这个镜子的意思在告诉你什么？不管你现在迷恋什么东西，它的本质就是白骨，它再美它反正就是白骨啊，这是同件事情。所以假设你能够参透它是一体两面的话，你不会再迷恋这个美人。好，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很难参透了，否则大家就出家了这样子，但我们现在还坐在这边了。好，总之呢，这个就会跟这个非常能够相互呼应的，因为情人太美了，就是那种激情的时刻，那种被美所震动的时刻，你多么想留住它，因此我们会去思索，就是爱的时间性，好，或者是永恒跟短暂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常常去思索这个东西。好，然后他下面他就说，这个爱神呢，他就是吹着气泡，一颗飘向上苍，好，等等，然后吐出他脆弱灵魂，像一闪银色的幻梦。而且他就说，这是游戏，这只是爱神的游戏而已。好，但是人类为此奔忙，好，在情人跟骷髅之间，好，就是我们事实上只是奔走在这之间。然后因为爱神给你的游戏而产生莫大的苦恼，这样，他就讲到这个事情。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好，因此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一张我很喜欢的画，就是这是克林姆，他画过这一张这个死与生哦。好，我们看到死神在旁边，好，然后旁边是那个无限的生者。哦，他们层层叠叠，会像千层面一样叠在一起的。哦，他们之间的身体怎么样的交互的纠缠？哦，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爱情，哦，也有生殖，因为他有小孩嘛，也有生殖的东西在这里面，这样子，这就是人类一切所贪恋的东西的起源。哦，可是哦，隔着这个，我们可以视之为黑水或什么东西旁边，这个死神笑眯眯的看着你们。这就是前面那个波特莱人的诗里面所讲的嘛，这死神非常欢快的，他正在亵渎这个爱情的宝座这样子，好，他就看着你们这些人，好，在那里面交织纠缠，但是实际上你到最后仍然归于他的国度这样，而这些东西，这些彩色的东西，我们看到他色泽上面也有很大的对照，你最后你的这一切东西也是归于他这边，归于他这一种黑暗。所统治这样子。好，所以我说这个就确实是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而且大家似乎有志一同的希望呈现出这个死与生，或者说爱与死，它很多时候就是在薄薄的一线之间而已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杜连魁里面人物常常有长篇的说明跟辩论，他们也会常常讨论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想里面的人物他们大部分不太需要为生计奔忙，哦，那不太需要为生计奔忙的时候，你蛮常会觉得无聊的，其实蛮常会觉得无聊。如果我们看19世纪的法国小说的话，你看到里面的贵族在吃饭时间非常的长，哦，然后他们都男女这样做嘛，然后大家彼此间都在讲八卦，讲很细微的那种八卦，其实就在讲对面那个什么夫人的事情，就这样，然后一顿饭吃几个钟头，非常的无聊，其实就是这样，哦，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在杜连魁里面，他其实也呈现出这个世界，这一些里面的上层阶级的人物，哦，就是当他今天他不太需要去劳动的时候，他的生活有很大的空白，哦，
那他怎么样去填补这个空白，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所以他在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说既然我不需要为生计奔忙的话，我应该尽可能的体会人间的快乐。所以里面的人会倡议一种享乐，但是会享乐或想要享乐没有什么了不起，重点是你知道怎样享乐吗？第一个你能够享乐吗？然后再来是你懂得享乐吗？享乐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这样。那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在格雷的画像，在杜连奎，还有在王大闳的生命，乃至于跟王大闳很心有所感的《红楼梦》的中间，他们全部都有讨论这件事情，这样。因为里面就有那个上层社会的某一种品味在里面被关联起来，这样。好，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它其实会探讨这一件事情，因为这种你通过极端的享乐，你其实常常是想要强烈要证明我的存在嘛。对，就是我用我的身体现在正在经历，比如我在喝这杯美酒，这个美酒怎么样通过我的身体，它让我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我要不断的加强跟放大这种快乐，人类非常需要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机会尝试迷幻药，很多人会想要尝试，包括大麻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放大你的感官嘛。如果你本来很快乐，你就会加倍的快乐，类似像这种东西这样子。好，所以这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加强自我的存在的这个重要性，这样。那我让大家看王大闳在一篇散文里面，他叫《吸收世界上奇妙色彩》这篇散文里面，他有特别讲哦，他说呢，像这样一个生活，他指的是贾宝玉哦，生活在大富大贵家庭中的男孩，他有学问，有美貌，有爱情，而且重点是他懂得最高的享乐哦，但结果是他看破红尘出家去了。所以他就讲到说，他说《红楼梦》是他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就是推广佛教的一个材料，这样子啊。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红楼梦》它的重点，它最后大家不要管版本问题啊，就是最我们现在看120回，最后就是出家去了，就是悟啊。但是贾宝玉不是最后才悟，他在他的整个过程，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常常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美的东西，他衰败，我最心爱的东西，结果他死亡，我会失去他，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不能留住世界上最美的，或我最珍贵的，我最喜爱的东西？为什么我都留不住他们？知道？哦，那么我活在这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他其实常常会思考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他生命当中遇到这样的事，他就常常会思考这一类的事情，这样。所以他其实常在里面在思考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在迈向有可能悟，可是他不是一下子就悟，他其实常常有这个契机，然后他徘徊在那个契机的门口，但是因为他是小孩子嘛，青少年嘛，他又一下子看到别的东西被吸引他，因为他的心神又跑掉，所以他其实最后是要经历他人生最大的痛苦之后，哦，他才真的悟。但是悟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迷，就是迷恋，他没有迷来作为他一个广大的衬底的话，这个悟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会有悟？因为前面有长时间的大规模的迷啊，没有迷怎么会有悟呢？好，没有迷的话，谈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红楼梦》这个小说花费了大部分的篇幅在告诉你迷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迷越强烈，你后面的悟才显得有力量。好，所以他要长时间就讨论这个迷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杜连奎里面也讨论非常多迷，哦，这个部分就悟之前的那个迷的东西。但是杜连奎是不是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悟，哦，这个可以再讨论，他不见得是这个目的，哦，但是迷这个部分是共通的。那他说，当我翻译王尔德杜连奎时，我感到杜连奎和贾宝玉这两个天生骄子富家子弟，虽然个性不同，却有许多相像之处。杜连奎书中的主题是享乐，同时他还是强调灵魂的存在。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谈到享乐主义，会觉得他好像很没灵魂，他好像是迷失在物质之间。可是杜连奎跟红楼梦其实都在告诉你并非如此。好，你可以享乐，但是你一个懂得享乐的人，他同时是有灵魂的。因为我熟读红楼梦，所以我其实在读的时候会常常把这两个小说对照。红楼梦里面的生活品味，它会到达什么地步呢？比如说大家知道荔枝是红色的，那么《红楼梦》里面呢，他连丫鬟都有这样子的品味，就是他们都知道，就是说我要拿一个白玛瑙蚕丝碟子，就是白色玛瑙，然后上面有隐隐约约的那个银色的丝的那个
路线线路，然后用它来盛红色的荔枝，要这样配色，这样才好看，这样荔枝看起来才好吃。哦，他们会留心这一类的配色。哦，又或者是呢，里面这个不能出门的这个小姐，哦，就会拿点零用钱给贾宝玉，哦，就因为他们男生可以出门嘛。他说：“哎，你下次逛庙会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我那个竹子做的啊，木头做的啊的那种小玩意儿，哦，他说你帮我买几个。”哦，那贾宝玉有点不明白，他说：“那种东西那么便宜，你干嘛还要特别叫我去买？随便叫家里面一个仆人出去买，拉一整车回来给你啊。”好，那他的这个妹妹就跟他说：“他说我要那个干嘛？”我要的是通过你的眼光，哦，这个是我再加以解释。他说我要的是通过你的眼光，你来去看，你要看到那一些来自民间的木头做、竹子做的东西里面，要有朴而不拙，然后直而不俗者。他要不拙不俗，哦，可是他又富有民间的趣味。那这个东西呢，叫家里的仆人去，他怎么看得懂呢？哦，我是信赖你的艺术眼光啊。因为你知道美是什么，你知道美不是只是锦衣玉食，而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可是要通过你的眼睛去挑选，那么我信赖你的艺术眼光，请你去帮我选。哦，就是它里面会讲得非常详细，像类似会有这个样子的东西这样。好，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从来不觉得这一种享乐，我觉得它都是享乐一环的。当你讲究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在当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但是这个东西都不是说没有灵魂。我觉得在那里面，他事实上就是有一种为什么这个妹妹愿意叫这个哥哥去买？因为他们里面有一种他们心灵的靠近，有这个东西在那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红楼梦》动人的地方。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在杜连魁里面，杜连魁他在里面他会常常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他也会感受到某些人的思想对他特别有吸引力。好，并且他在之后，当他决定成为一个懂得享乐的人的时候，他会去学习。好，就是我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读什么样的书，我吃什么样的菜，我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好，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王道先生在写杜连魁的时候，我觉得比起王尔德的原著，他可能有稍稍简化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两本合看的话，你会发现王尔德写得更仔细，当然也更夸张了。好，也更夸张。好，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好，然后这个小说里面呢，他在中间曾经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杜连魁他有一度，好，他像贾宝玉一样，他有那个从迷当中往悟那边走的可能性。好，不过他没有真的走过去这样。他那一面就是他在读《红楼梦》，而且小说里面特别截出来是什么？是葬花吟。哦，是葬花吟这一段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杜连魁一边读的这个葬花吟呢，他另外一边他就想，他说他好像记得有一首英国的诗歌，哦，好像讲什么夏日的最后一首玫瑰什么什么的，哦，他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跟葬花吟讲东西，他觉得那个情感上是很能够共通的。哦，所以杜连魁在里面他不仅仅是一个美男子，他有很纤细的心灵这样。那所以这一首夏日最后玫瑰其实非常容易找，因为它是很经典的，它也变成一首歌曲这样。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全文，那葬花吟更长，更可以找到全文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也许两首诗的重点还是有一点，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葬花吟里面它尤其强调的东西是我的存在感。好，就是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说，他说就你就是指花，他说：“哎，花呀，你今天你死了，我来葬你啊。但是未来，就是我呢，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哦。那今天我来葬你，大家都说都笑我啊，觉得我的行为太夸张。可是他说，未来我死的时候，谁知道会有谁来葬我呢？啊，谁在意我呢？谁能够看到我的存在呢？啊，那。”他是说红颜老死时，然后最后就是可能花落人亡两不知，他也对时间很敏感，对时间非常敏感，所以时间是文学艺术永恒关心的对象，也是人类科技想要克服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是更强烈的显示出时间的不可克服性。对，我觉得科技其实常常都是为了克服时间这样。比如说我们有录音设备，是因为我们希望我听到的美好东西我可以被留存下来，我之后可以重复听嘛。可是当它被录音下来，你未来重复听的时候，其实它反而更证明了那一刻已经走。
我觉得录影设备也是类似，很多科技方面其实都是为了想要克服时间所带来的恐惧，这样。好，但是我们看几千年来的文学作品，都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情，它可能是人最大的恐惧之一，这样。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然后再来就是生命的有限跟艺术的无限，不过我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杜连奎里面他讲的是这个人的青春还有这个画像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想用自己的肉身去交换那个画像的永恒嘛，他希望因为人的肉身有限，但是画像如果你好好保存，好像放在那边，它似乎不会老，而且这个画像好像画出了更为理想、更为纯粹的他的形象，在那里面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往下看，所以里面就有强烈的纳西瑟斯的这个情节就会出现了，这样子。好，这个是小说里面的原文就杜连奎里面的原文，这样。好，他就从这个过程当中，当他被那个画像所征服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就会觉得说，不，我要像那个画像一样，我要像他一样永远不变，只有永远不变我才能永恒的享乐下去，这样子。好，那所以他说这幅画将会成为一面神奇的镜子，它可以同时反映我的肉体跟灵魂。可是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就是他的灵魂并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变的，他现在因为他会有人生嘛，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你会有贪念然后你很可能会在良善跟罪恶当中徘徊，你会做了某些事情不想要被别人知道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是很可怕。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格雷的画像那样子的一个隐秘的存在，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敢于去看那一张画像，因为说你做的事情都会显现在那个画的上面，这样子。那可是这一面镜子它最后很反讽的，我们看下一页，它很反讽变成这个东西在杜连奎的小说的最后面，他就讲到说呢，他说画也是镜子，然后你旁边还有真正的镜子，可是呢这面镜子只能反映他的面貌，但是楼上的那一幅镜子就是那一张画却能够反映出他的灵魂。那他已经得到永恒青春，可是青春没有给他幸福反而使他充满痛苦跟悔恨，所以他就说他最后觉得他的青春只是像是一个嘲笑。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一张画，你看到纳西瑟斯，纳西瑟斯就是西方美术非常喜欢表达的一个主题，这样。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这个玛格丽特，这个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这一张画，我更喜欢了。就是我有些时候在想，就是当我们想要去表现出一个人他不真的能够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要怎样表现？我写小说，我可以用很多字来讲，来表现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画画，它只有一个一次性的画面在那边嘛，我怎么表现这件事情？好，那镜子是一个最好的工具跟隐喻，所以我可以照着镜子，我依然看不到我自己，我还是只能看到我自己背面这样。我以前给我学生看这一张画，问他们对这张画如何解读，但学生说他应该是见鬼了。对，但是这也是真的，就是不能够面对自己也是一个见鬼的状态，知道？所以我其实在读到他这个结尾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玛格丽特的这一张画。但是呢，我觉得他并不是照镜子不能看到，他是照镜子不想看到他自己，而不见得是不能。好，那我们都说镜子好像可以反映出我们真实的样子，可是未必，这里面还常常有你的眼光你就是你看待的时候的出发点，你的认识如果已经不同的话，即使你面对镜子里面自己的形象，你也有办法把它解释成别的东西，或往别的角度去想，知道？好，那我会觉得他这张画就讲了很多，可以让我们很联想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好，那因为我后面还有一点点会讲去别的地方，所以我这边我先讲到这里。好，然后我们请詹大哥接着讲。好啊。突然要接了。好，我想这一段我来讲一讲，说我稍微自相揣测一下，也就是说王大闻先生当年被葛雷的画像吸引到的几个点。这是当然后来我在徐明松先生写的书里面并没有完全得到答案了，但身为一个当代人，我就讲一下我私底下揣测，那些切入点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本小说，其实每一个人读这个小说，吸引你的地方可能会有不一样，特别是一本越厉害的小说，可能五个人读可能有五个喜爱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本书会有接下来还有另外的系列的对谈的原因啊。那这一场里面它反映着我个人的偏好，因为是嘉贤跟我我一直这么认为啦，小说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没有一个角度是最伟大的角度，但是当道一定有一个主流阅读的角度，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会倾向于用某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作品，然后得到的这些某一些道德的寓意呢，其实是支持着社会所要巩固的某一些价值，或要推动的某一些趋势性的价值。那从这个角度看，我找的这些角度可能会是minor 的，就可能是不一定有人会从这个角度来的。我大概姑且来讲讲看。那我们讲说文本的这种多义性还有非当道的这种角度，可能也是王尔德当初写葛雷的画像的一个初衷了，因为大家知道葛雷的画像是这个文学才子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当然他如果活得够久，因为他46岁就挂电了，所以他活得够久可能还有新的作品。那他为什么只有这一篇的作品？那我觉得他其实有找到更好更方便的文学工具，让他快速的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钱啊，因为他要过好生活嘛。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他不出身贵族，虽然他后来的同性恋对象是贵族，可是他其实并不出身贵族，他是来自爱尔兰，然后到英国伦敦，他其实是一步一步双手打天下打出来，双手打天下就是拼命写嘛，所以他其实更厉害的工具是散文跟戏剧，戏剧是很快可以让他取得巨大收入的。他曾经一个礼拜在当年他的一个礼拜的收入有800英镑。800英镑相当于多少？相当于现在大概3万多英镑。也就是说现在你乘以40，就一个礼拜150万台币的意思，这样。也就是说他当年是这样。所以他后来接受美国 Living Call 这个文学月刊的邀约，之后才跑出来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说。他先发表在1891年那个 Living Call 月刊，好像记得是7月号吧。那后来在隔了几个月，他把它扩张变成一篇长篇小说。那我看的角度是大概是这样的。我先讲一下我的癖好这样的。我通常人家在讲的东西那就那样啦，对不对？譬如说我们今天大概都不会去谈那个杜连魁前面这本小说里面前面那几篇文章你写的东西，我们今天大概都不会讲，那个大家回去就慢慢翻就好了。譬如说我去看杨德昌的《孤林间少年杀人事件》，大家会 care 那个白色恐怖，那外省本省，然后男性女性啊，那权力中间依附关系。但我个人，我觉得那个片子最迷人的是小猫王所唱的60年代的歌啊，就是说当年这个青少年在办 party 的时候受到美国流行文化放进来，那个最你现在看起来最麻木的情歌，可是在那个电影的文本里面最具有诗意。比如说你在《背景城市》里面大家也会来解读现在重新上映嘛，你会去看28事件，你到底是台共的左派还是本省人的右派，你各种政治的解读都会有嘛。那你也会看我为什么杨超伟是要一个失语的人。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中间可能最多的一个场景是大家一起在吃饭，对不对？这个场景它都是用长镜头来处理，也就是说每一个镜头都很长，可能有到三分钟，大家就是走进来吃饭把菜夹走，而是中间只有男性可以在桌上吃饭，女性永远要把菜夹到画面外某个地方去吃。同样的，在杜连魁或者是葛雷的画像里面，我把它
整理成四个小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这个小说隐隐然它彰显着十九世纪末期在英国的报道文学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书写方式，叫做万物的知者。我把它定义叫万物的知者，就知道的知，你去一个知道万物的人。这个小说大量的用抒情写景的方式，或者用典故的方式，或者用物的方式，让你成为，让读者成为一个知道的人。也就是说，你读这个小说，你当然它会有主要情节的结构的串联，推引着最终葛雷他先让一个心爱于他的女演员自杀，然后在《杜连魁》里面是女歌手他产生了愧疚感。可是这个愧疚感他马上就自我说服了，但是这个不安全感转变到那个画像上面，所以那个画像就开始变得有点扭曲跟邪恶然后他开始觉得恐怖，觉得人生要发奋向上，也许会再变美好回来。结果不是嘛他一进到享乐主义的世界里面，他就步步沉沦，他的性关系显然就是更复杂那我会觉得在杜连魁里面的性关系的描写会比葛雷的画像更 sexy 一点那很可能就是葛雷的画像当年他还是一个出版审查的年代那后来也证明王尔德因为同志的关系，他就最后去做了两年的牢嘛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知道万物好像是你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英国社会所肯定的有创造性的个体所必要的一个时代的脉络。我举另外两本书，一本是 Virginia Woolf 他的爸爸叫 Leslie Stephen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英国传记文学的鼻祖跟大师可是他在当时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爬山的人，他是英国三月登山会的第四任会长，在阿尔卑斯山很多处女峰的攀登里面， Leslie Stephen 是一马当先的，所以他后来把他的故事就写成了一本当道我看他在1871年出版的当道的最第一本的旅行文学，或者说我们说三月文学或者冒险文学，叫做 The Playground of Europe 这里面他详述了他去爬山，从去到回来变成另外一个新鲜的人的故事。那第二个在当时也非常红极一时的是英国的生物学家 Alfred Wallace， 就是跟达尔文一起发现演化论的人，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到亚洲的马来半岛，那写了一本精彩的游记叫《马来半岛记行》那中文本也有出版，这里面详细说了他在马来群岛这里面跳岛旅行里面发现各式各样新奇物种的那种兴奋之情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葛雷的画像也是如此的。我想当年大文先生被他吸引，是他中间非常具细腻但是一点不啰嗦但非常具有魅力的抒情场景。我试念一段，因为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 PowerPoint， 但是我确确实实是把它记下来了。也就是说所有厉害小说的第一章的第一段一定藏着厉害的事。你去看，大家记得这个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行吗？就 Gregor Samsa 一早起来大吃一惊，在床上，他发觉他自己变成了一只虫所有那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所有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所有不幸的家庭，他的故事却一个接着一个不同。那这里我就念一段这是葛雷的画像的第一段。当然到了杜连魁的时候，我觉得王大闳先生其实他并没有
把它像德雷的画像这么用力的去处理，我想很可能是这个年代里面所有那个物质的刺激的程度跟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19世纪是英国工业革命其实盛世，如果我们说现在是盛世，那盛世的拥有者显然不是英国啊。在19世纪全世界最盛世的物质文明的拥有者就是英国，英国还办了2届的世界的博览会，1851年在水晶宫的博览会，他创造了全世界第一个世界奇观，因为整个印度把半个印度的物产都搬过来了，那还有法国、中国其他的国家。我念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大家就听听看，当作是你闭上眼睛看看那个画面，画室里啊，就这个画家朋友的画室里，满是玫瑰浓郁的香气。夏日微风吹过花园林间，便送来紫丁花浓厚的沁人芬芳，亦或粉红山楂花的微妙香气，流过敞开的门一泻而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花的颜色，你也可以闻到花的味道。亨利·华顿勋爵在杜连魁里面他就叫吴腾就是取了 Wharton 这个字的英语的谐音，躺在长沙发椅上，沙发上铺着波斯鞍带，波斯第一个地点是来自波斯，鞍带是什么？骑在马上的那个马鞍的带子，通常是皮做的。那当然在每一个不同的年代里面它有不同的细部的精工手艺啊，它如一往常抽的数不清的烟，从它坐的角落可以看到蜂皇蜜香的金莲花盛，颤抖的枝叶盛开，颤抖的枝叶像承载不住火一般烧起来的美，有颜色，像火一般烧起来的，又有动作，偶尔。奇异的飞鸟点影落在巨大前的折枝长帘，那一瞬间的和风剪影让他想到面如白玉的日本东京画家，面如白玉的日本东京画家。你要想到在19世纪末期，日本提供了一个非常遥远神秘但是作为欲望对象的一种异国想象，这个画家如何以绝对静止的媒介表现灵巧的动感？动物来了，蜜蜂钻过久未修剪的漫生草地，盘旋于错落无序、满布尘土忍冬花之上，在嗡嗡声的衬托之下，听觉来了，周遭的静默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伦敦街道隐约传来喧嚣，像是远处风琴的低音回荡。好，这就是他的第一段中间人物出场所交代画家院子里面的那个场景。画家跟着他的贵族的朋友，就是亨利华顿勋爵，在等着美少男葛雷的到来。那故事就在这三个人身上串接起来。故事的前半段是非常优美美好的你会觉得人世间都太爽了可是画风一转，在后半段就进入一种很幽暗的心理剧的惊悚剧的画面那这个是作家厉害的地方，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他透过让读者也知道一件事情，然后跟着主角进入到某一种情感的状态，那跟着情感跟剧情的运作，我们身为读者自己身上的某一些情感 与理解启蒙的那种状态也被打开了。这是第一个啦，我把它称之为万物的知者。这本小说里面比比皆是。我相信王大勇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他1930年到伦敦进入剑桥，然后1946年嘛，1942年到了美国，然后他开始在英语世界接受这些文艺材料的熏陶，大概也就是在3、40年代，20世纪之前。那
王尔德的葛雷的画像，大概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最震撼人心的小说，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英语是唯一的世界语。然后王尔德刚从一个巨大的审判还有同性恋的丑闻中出现啊，所以王尔德他作为一个19世纪末的作家，他无可避免带有这个色彩。那第二个是，王尔德最著名的特色啦，叫他是一个悖论的说者，比如他常说很多很短的警语，然后他很多常常讲一些，看起来不太正常啊，很冒犯当代的社会，但你仔细想想却发人深省的句子啊。那他会着力这个小说里面着力这个其实很有道理的，因为他面对的社会是19世纪晚期的维多利亚社会。维多利亚社会是英国物质财富最盛世的社会，但它也是一个教条规则最严重的社会。所以对于王尔德来讲，那种大人讲话会有很几个特色。第一个一定是啰啰等，很漫长，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漫长的语言讲的一定是老生常谈，就是陈腔滥调啊。然后讲这些话的目的，他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年轻人闭嘴的意思，就是他有个规训的目的。所以维多利亚的文风其实就是这样。你去看那个年代里面，号称那个年代最大的儒学者叫做 John Ruskin， 你看他 John Ruskin 写的批评文字和故事，大概都是属于这样。但王尔德他说的悖论的意思是什么？悖论以后他非常的简短扼要，我试着再念几句，在葛雷的画像里面的，这些悖论跟警言让大家听。他说，比如说，他说婚姻有一种魔力，有一种魔力哦，让谎言变成双方的必需品。譬如说，他说良知其实跟胆小是同一件事。对，然后这本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引言就是，你要摆脱诱惑，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任其诱惑。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temptation is to yield to it， 其实是你就臣服于这个诱惑。譬如说，他说回忆里的胜利比失败更苦，你讲起来有道理哦，对不对？我们在回忆里面，我们都觉得好像胜利是好事，但其实你为什么会回忆？因为你现在应该是头到头的境界嘛，所以你在回忆里面，昔日的胜利对比你当下的失败，你其实更苦。这个王尔德后来在他的出狱之后写的《深渊书简》里面，其实有很大一篇幅在讲这个事情啊。譬如说，他说“永远”这两个字根本没有意义。冲动跟一生感情的差别，只在于冲动持续的更久一些。这是他在讲婚姻啊，因为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之前，他又是一本女性杂志的总编辑，其实处理了很多就是19世纪末期上流社会女性感兴趣的话题。那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男人永远有外遇，然后女人永远有小王啊。所以他说，冲动，你冲动要去结婚，跟你承诺一生感情的差别，只在于你对一个异性冲动，和你要对一个异性许诺一生感情，只在于冲动持续的其实是更久一些。然后，这个亨利勋爵，这个不断的充当王尔德的化身，在小说中扮演一个悖论陈述者的角色，他在讲他自己的太太，他说他预言他太太将来一定会跟他离婚，后来在小说的末期也果真跟别人跑了，跟着一个弹肖邦钢琴弹得非常好的人跑了。但是他那时候描绘他是个奇妙的女人，他出现的场景，他穿的衣服像是在愤怒的时候设计而成，然后在风雨之中穿上。另外一句这个小说里面常引用的悖论是，现代的人什么价格都知道，但也什么价值都不知道。
这个在杜连魁里面王大闳先生很准确的重翻了他哈，但英文写的其实是更好，他说 Nowadays people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他没有用否定的那个助动词啊，但是他用名词 everything 跟 nothing 啊来做对比，然后中间 price 跟 value 又作为一个对比啊，所以汪尔德他会吸引人就在这里哈，哎，我再念一下啊，因为他非常多讲男女感情的事在这里面，他其实是做整个小说背后那个死亡因子的烘托了哈，这也是汪尔德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在讲一个很阴暗跟黑暗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前面永远铺陈的是喜剧。他说男人结婚是因为累了，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结果是两边都失望了。王尔德是1884年结婚，他说忠贞之于感情就像不变之于聪明，两个都是在承认失败。哦，他讲诗人，他说一流的诗人一定长相很丑，因为他把最美的东西都放到诗里面，但如果诗人出的是二流诗集，代表他本人充满魅力令人难以抗拒，他的生活就是自己写不出来的诗。然后我是觉得王尔德在19世纪就已经写了20世纪所有百货公司的最热爱的一句 slogan， 他说他们太传统了，传统到不知道在这个年代只有不必要的物品才是真正的必需品。他说改过向善的决心有个致命的缺点，他们总是来得太晚。女人再婚是因为恨透了前夫，男人再婚是因为还深爱着前妻。这年头已婚男人活得像单身汉，单身汉活得像已婚。然后剧中，不是剧中，小说中啊，一位老的伯爵夫妇啊 ，Lady Navarro， 他太喜欢亨利勋爵，因为他觉得他讲话太迷人，正如我们每一个读杜连魁跟葛雷画像的读者一样，我们都觉得哦，他讲的话太重我心了嘛哈，所以他说我要再邀你吃饭，然后你讲一讲你喜欢邀哪一些朋友来吃饭，然后亨利勋爵就说我喜欢有未来的男人跟有过去的女人，英文 I like men who have a future， who have a future a woman who have a past， 对，你什么都不要怀疑啊，这个你什么都要怀疑，这个那个伯爵夫人质疑这个亨利勋爵，他说才不呢，怀疑是信仰的开端。Never. Skepticism is the beginning of faith. 对不对？这个我相信王大闳先生，他13岁就到了欧洲念书，有法文的语言家教，到了英国念中学，念大学，所以他完全进入到英语的世界里面，他完全知道你面对一个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头头是道的社会，其实背后里面大家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大家信仰的是一个说不出来的语言，然后他勇敢地把它说出来，所以他成为一个那个时代最离经叛道的人。其实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王尔德仍然被我们社会里面大多数人所濡目了，因为王尔德所面对的那个世纪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王大闳在面对他在做国父纪念馆的那个时候，他可能面对 他去开国父纪念馆设计建筑设计会议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眼前所看到的全部是王尔德在消遣的人，他必须要这样的心理状态他才能够度过那个难关，我自己这么揣想啊，
第三个我要讲的，哎，可能会要讲的内容是啊，他的小说的主结构吸引大王先生的是自杀者、谋杀者还有误杀者之间的关系啊。那当然，一个造成自杀的人，那最终变成一个谋杀的人，那最后成为一个自杀的人，中间卡着一个要去杀他的人，然后被他的好朋友误杀的人，啊，他本来心中有着忏悔啊，可是他知道误杀成功的时候，他内心世界是得意的，所以他回到他的卧室在看那个画像的时候，那个画像又再多恐怖了一分，那最终促成了。哦，这个主角葛雷他再也受不了，他受不了画中的人变成那样的人，但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他受不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那种无尽的折磨。那最后他就拿着一把刀刺向那个画像啊。那杜连奎跟葛雷画像那个刀的落点是不太一样，虽然最终结局死的都是杜连奎，死的也是葛雷，可是那一把刀在葛雷的画像里面，是刺在这个葛雷的胸口啊，在杜连奎里面啊，那把刀是刺在画像上，然后刀子是在杜连奎的手上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歌德式小说的主题，我们不细讲，也许之后有讲者会讲，但他在那个年代的小说世界里面，王尔德大概是最聪明的去组合了这个小说的元素，让所有的悬疑跟恐怖还有他的喜剧嘲讽情节可以无间的搭组在一起。第四个吸引大勇先生点，我猜应该是某一种程度的轻度魔幻写实吧。那当然那时候马奎兹是在1967年才写的这个百年孤寂嘛，所以在当年最大的魔幻就是1915年卡夫卡的变形记。那这个形式上的创新就是画像越来越狰狞，但是实体的人的长相仍然维持着18岁时的俊美，这个是很魔幻的主题。那我这段大概分享在这里，不过我想小补充了，也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大鸿先生是自况王尔德，我们都可以那个证据在你可以看看第十一章，如果大家有看过小说的话，第十一章是葛雷的画像他唯一没有叙事情节的一章，也就是说他没有跟别人，也没有主角的行动推演、剧情的推演都没有，他里面要表露的是葛雷自己的美学品味啊，所以他读了一些书，他收藏了一些东西，读别人哦。那这当然，其实葛雷在这一章披露的是王尔德的品味啊。你可以知道，王尔德他后来在牛津的莫德林学院是如何以第一名毕业的，因为他对希腊、罗马、对拉丁语世界所有的那种美丽的事物、文学的事物了若指掌啊，然后说起故事来非常头头是道，可是到了杜连奎这里呢，就没有办法啊，他没有办法直接把葛雷的画像直接译过来，所以他无可避免的，他就要透露大鸿先生的美学品味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点你可以看啊，当然他有 statement 啊，譬如说他说他有陈述性的语言，譬如他说粗俗的物质文明最令人生厌啊。就像一册没有内容、印刷粗糙、纸张低劣的书本，或是一辆基建欠金、线条不美的汽车。所以对享乐主义来讲，享乐主义的过错是在于你没有进到物质世界本身，而不是在于你沉迷于物质世界本身。你沉迷于物质世界本身，你会知道物质世界的好，所以你可以摆脱那个物质世界那个外表符号所带来的最俗艳的诱惑力。大鸿先生这个写的，这个不是翻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鸿先生自己的心中的话，而不是翻译啦，因为11章
这两个实际上几乎都可以看成是独立的，是两个作者的自况。那因为时间点不一样，所以讲的东西不一样。那这里面大鸿先生有一个我觉得他自身的使命宣言，他落在这一章里面的我看看第158页，他是这么讲的，他在台北的地位和温莎公爵青年时在伦敦的地位相同，因为他在讲是杜连魁，杜连魁自己心里是这么想，也像尼禄王时代贝曲尼斯在罗马所享有的地位一样。那贝曲尼斯他就是在罗马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有完美主义的弄臣，他是台湾审美的裁决者。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就是我个人这么猜啦，总觉得大鸿先生他定义自己在60年代的他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翻一翻徐云松先生帮他写传记式的材料里面，我们看到他周遭的朋友，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我自己看啊，其实可能在艺文或者说美学审美经验的历练的程度上远远差大鸿先生一大截。所以他是台湾审美的裁决者，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啦。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重点是在这里。他想成为一个高于他们的人，不只是一个懂得吃、喝、住和精于选购手表和车子的人。他这么讲，我们可想而知，大鸿先生应该是一个很最擅长于选购手表跟车子的人，对不对？他追求生活，他要使享乐成为生活的哲学，精神上至高的实践。那接下来有几个证据，譬如说，这个是葛雷的画像没有，就杜连魁才有。譬如说，他喜欢的东西有哪些？在音乐上，他喜欢贝多芬第13号到第16号的弦乐四重奏。哇，这个可以值得大书特书啊！大家知道贝多芬的生涯里面有早期、中期、晚期。他的晚期生涯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他这五首的弦乐四重奏啊，因为这五首弦乐四重奏他听起来跟一般的弦乐四重奏运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晚期风格是德国的文化批评家 Adorno 他在1937年用德文写出来的，然后一到1964年才翻成英文。那大鸿先生显然如果他没有读过 Adorno 的书，他就选了这个音乐，我们就知道他跟 Adorno 的程度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年代最 top 的人啊。那他如果读了 Adorno 的德文，你就觉得那是台湾大概唯一读到的人啊，因为大家知道他法文、德文、英文啊，他也懂拉丁文啊。那他如果是在1964年。读到了 Adorno 翻译的英文，你要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没有 Amazon， 对，我们没有书界可以知道这个，所以大鸿先生他要知道这个英文，那个都已经是非常困难、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会觉得哈，这个音乐是让我一看到之后马上吓一跳的地方，因为他翻译的。译写的时间是1966到1977。他收藏董其昌的字画，石涛和沈周的山水，龚贤的中堂和朱耷的山水，而且他注明全是真迹。所以他在那个年代里面，他对抗的那个社会是大家已经开始在买复制画了。他喜欢看的书是莎士比亚全集，Chaucer 的坎特伯利故事，但丁的神圣的喜剧，就 Divine Comedy， 就是我们现在是翻成神曲了。那波特莱尔的邪恶之花，就是恶之华。我只是说从这里来看，这个王大鸿他自况，他的自况的这些书写，对比我们看到这些译文作品的文本。我们知道他确实是那个年代里面
台湾最孤独的人，啊，只有这些遥远的心灵能够跟他在一起，啊，啊，那这一段讲完了，可以交给嘉贤。我觉得最后其实呈现出王大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人吧，哦，我觉得他是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跟视野的。好，那这个其实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中文世界有几位这个样子的文学家，哦，其中一位可能是大家所熟悉的张爱玲，哦，他也是具有这一种世界主义式的视野这样，但这个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其实刚刚曾大哥在讲那个悖论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就是说这个最聪明的文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好像很爱写这个东西哦。三岛由纪夫写过一本书叫做《不道德教育讲座》，哦，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它事实上就是一整本厚厚的悖论之书，哦，那但是它的发展的方向可能跟王尔德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因为它里面大概都是会讲一些就是类似就是说我现在念一下我现在可以想得到的篇目，比如说应该利用自己貌美如花的妹妹，哦，例如像这种东西这样子，哦，对，那什么应该看不起老师，哦，之类，就是它里面会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一样，三岛由纪夫对于某一种太过说教的那一种当时的主流社会氛围会很不以为然，哦，如果他今天活在今天，他恐怕会讨厌一切的政治正确，哦，就故意要讲这一类的话这样子。好，然后在刚刚的这个悖论的部分，因为你特别讲到诗人这个部分，这部分确实是我特别留意的部分，是吧？对，所以这个我念一下杜连魁他的版本，他说什么在诗人的那个部分哦，他就说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杜连魁就跟另外一个抱怨说，那个画他的画家就说，欸，他的画画的这么好，可是他的人为什么这么古板这么守旧，嗯，那么他这个朋友就讲到说呢，他说因为他把自身的精华都放到他的画里面去了，哦，所以他本身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他说一个大艺术家活着是为了创作，因此他们本人一定是很乏味的，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就是最没有诗意的人，一个次级的诗人反而非常迷人，他的诗越没有意思，他的人就越有意思，他生活在他表达不出的诗境中，而大诗人却将他所不敢做的表达在他的诗句里。所以我看到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就想说究竟我们要该承认自己是第一流诗人还是次级诗人呢？哦，这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样子哦。天人交战，对，天人交战这样。然后第十一章也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会确实也比较注意的部分哦。因为我之前在读王大闳的其他的材料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本来是读机械的，哦，后来才去念建筑这样。那他对汽车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工业的产品，他其实有他的爱好，他非常注意这些东西哦。所以大家看到他在这里面，他就说，他说一个不美的中文，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很令人讨厌。好，哦，那令人讨厌不是因为物质文明，而是因为他粗俗，也就是物质文明有不粗俗的那种。好，哦，所以他后面举的例子，他就说基建现金线条不美的汽车很棒啊，但是问题是你的汽车太丑。或者是这个功能不够精致或什么等等之类，这个才是他真正排斥的事情这样。不过他下面当然就顺便就批评了，就说这个台湾排斥自己优秀文化，但吸收是西方最粗劣的那种物质文明。然后我觉得下面那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在欧洲的时候，杜连魁说他并不想家，可是到了美国他却出现乡愁。也就是说在欧洲的那一种比较惊讶的，事实上是旧世界的文明里面，他其实宛如回到家里面一样，那个就是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之家。但是美国因为继承的是这样子的物质文明面比较粗糙的不讲究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产生了乡愁这样。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刚刚嘉哥有讲到他的这个音乐的名单跟书的名单哦，他的书的名单其实非常的经典，我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最晚进的东西其实是波特莱尔，那波特莱尔已经是19世纪了，所以我觉得这份名单其实非常高层文化，就是我们在他的这杜连魁读的书里面，我们看不到跟杜连魁同一个时代的东西这样，
但是我不太知道王道勇先生是否注意，我觉得应该有注意，因为他跟郭良慧是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注意到。但是他即使在讨论郭良慧的时候，他都不太讲他的小说嘛，哦，所以我觉得他很可能不太喜欢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这样哈，所以。希望他幽灵没有在现场听哦，因为他可能会对我接下来要把他跟他那个时代的人放在一起讲，他可能会有一点不开心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看下一章。我其实下面要讲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就是白先勇。好，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白先勇呢？因为我们当然可以说青春这个主题是可以说是所有作家都感兴趣的主题，或在他的有些作家是一生都在写这个东西。那有些作家是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对这个感兴趣这样子。那无论如何，大概所有作家都写过这样子。但是呢，白先勇，我觉得他算是我们所熟悉的本国文学的范围里面，可能写这个主题写到最脍炙人口哦，然后那个形象鲜明哦，那是不是写的最好？这个当然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可能是最鲜明的一位这样子。那白先勇他写过是他非常非常早期的作品叫做青春，他的内容非常简单，可以说完全没有剧情，他只讲说一个老画家在画一个美少年，他让这个他们在海边画画，然后这个美少年躺在这个海边的一块大石头的顶端晒着太阳，显然是裸体的啊，让这个老画家画这样子。但是这个老画家画不出来，就是开始听到那个海水来来去去发出的声音这样，但他无法下笔。而且他在要出来画这个美少年的前一天，当他照镜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变得这么的老丑，他没有办法忍受。因此他竟然在脸上涂了化妆品或保养品之类雪花膏啊、哦、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是涂着满脸雪花膏来画这个美少年。可是结果他画不出来。他觉得那个美少年皮肤的颜色他怎么调都调不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小说在里面他看一下。应该是前面吧。好、哦、这边。为什么有一点顺序有一点混乱。好，没关系。好，就是但是他对于那个美少年，他就是有一点怎么说？他对他当然有一种迷恋，而且他其实是对他有欲望。好，我们知道白先勇在早期的这些小说里面，其实含带着一种同性恋的暗示在这里头，这样子。所以这老画家最后他放弃画那个画，他觉得他想要靠近那个美的化身，哦，就是那个美少年，所以他开始爬那个石头。那因此他在这边他就说他开始爬那个石头这样子，然后他看到那个最美的全世界最美的东西就在眼前这样，然后他要攀登一个高度去靠近它这样子。好，那总之这个身体的那种微妙的油光哦，这个是白先勇非常会写，然后写那种身体上面的那种很细的细毛，这个白先勇从玉清嫂开始就非常会写了这样子。好，然后我们看到当他快要靠近那个少年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少年的那个脖子啊，像天鹅的脖子一样，他就立刻想要去掐住他。好，就是这种当你非常爱慕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想占有他，他有时候会衍生成一种暴力这样。哦，这个爱跟暴力有时候是一线之间这样。结果这个少年就被吓到，他就把这个老画家从石头上面往下压，要驱逐他这样子。好，所以这老画家就是掉进了那个水里面这样子。好，但是呢，这老画家在那个痛苦当中，他就想到他曾经在有一天，显然是很久以前了，在太阳底下，他张开手背，欣赏着自己腋下出生出来的那种细致亮黑的毛发。好，所以我们前面说这个追寻自我的存在，他事实上在这美少年身上，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嘛，所以这个美少年其实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那一个他已经流失的他再也无法挽回的自己。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艺术最早他要出现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是跟宗教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也还是跟时间的这个巨大的恐惧也还是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这样子。好，然后我现在稍微讲一下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有点机械，但我会觉得还蛮有趣，因为刚詹大哥有讲到说这个小说的开头哦，杜连魁的小说开头就是在说，里面的这个，这个角色叫做吴什么，老师忘记他的名字，吴腾，对，吴腾呢，他开着一辆
很不错的这个德国车子，正从对达姆勒就是今天的戴姆勒，对，他就是正从敦化南路转入仁爱路，然后他要去探望那个画家，那个画家是住在仁爱路上。其实后面呢，他所去拜访的什么什么夫人，好、哦，或他的什么什么长辈，其实大家都是住在仁爱路上。哦，那这个非常符合我们到今天为止的认知吧，就是有钱人都住在仁爱路上。但是呢，这个很有趣，就是从白先勇在1960年代的小说里面已经是如此了。哦，就是有钱人基本上都是住在仁爱路上。好，那么很就是很衰败、很悲惨的人，到底都住在什么地方？常常会住在龙江街。哦，就是希望现场没有人住在龙江街哦。他就是大家常常住在龙江街，我很想说他对这条街到底有什么样个人的那个。好，好，然后因为他里面写的那个台北很多，因为我不是台北人哦，他很多时候里面写的东西不是我熟悉的台北哦。但是我觉得有趣，比如就是说里面那个歌女啊。就是那个杜连奎迷恋的那个歌女，哦，那他有一个哥哥在外面跑船的，然后他们就是要出去散步这样子，然后这个歌女就说，不然我们去荣兴花园吧，哦，然后他哥哥就说什么，那种有钱人的地方我才不要去这样子，哦，那因为我们现在对荣兴花园认知不就是个公园嘛，我想说为什么有钱人才去是怎么回事，这样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荣兴花园他以前是私家花园，哦，而且在最早的时候他是要收费的，所以它变成公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好像是1890年代之后的事情。所以在王大闻先生写这个小说的年代，它还是一个向大家公开的私人花园吧，似乎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样。好，好，那我对于西门町的定位会稍微有点模糊哦，因为他在那里面提到西门町都是里面的夫人们要去买东西的地方。哦，那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当时西门町应该是蛮龙蛇混杂的，就是说它应该是不同阶层都会在那个地方活动，而不单单是只有上阶层而已，但至少在这个小说里面彰显出来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如果是所谓的这个下阶层住的地方，主要是在贵阳街、万华、龙山寺，哦，是在这一带。啊，那个薛碧芳就是那个歌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她在这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台北的阶级地理，其实都是可以跟她同年代在写小说的白先勇，哦，的小说其实是可以相互比较的这样子哦。那这是国家文化资料库里面的60-70年代的仁爱路这样，仁爱路有拓宽过了，哦，好，我让大家复习一下大家一定很熟悉的这个音学院里面的这一段这样子，哦，他就说呢，在台北的红翔绸缎庄，哦，打得出75折。大家有印象红翔绸缎庄的招牌吗？这是我90年代来台北念书的时候，在台北车站的附近，我都记得可以看到那个招牌，红翔绸缎庄啊，上海大药房啊，哦，什么这一些，好像确实都是上海人来开的。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灯亮的绣花鞋，小花园今天也还在卖绣花鞋嘛，哈。然后红楼的绍兴戏码。红楼就是有上演过，就是这个传统戏曲，但也放过电影等等之类的。好，哦，他就讲到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有银学院里对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在369里面吃桂花汤团。好，哦，然后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银学院周身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然后就可以把这一起就是往事沧桑中年妇人都让他们进入一种半醉的状态，他就好像回到那个年轻的时代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所预想的那一种一个理想他方的存在，跟杜连奎其实我觉得是有可以映照之处的。一个是杜连奎面他们里面这些上层阶级的里面的这些人物，他们是并不是有钱就好，他们还讲究他们的这个精雅的品味，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心灵之家是来自欧洲的高层文化。但是呢，在杜连奎里面还掺杂着这个所谓的中国元素，所以另一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上层阶级，他们的娱乐听古典音乐会，但是也看评剧，这两个都有，哦，两个都有这样子。我甚至会觉得是比较外省人世界，哦，里面的上层阶级在做的事情这样。好，那但是呢，这个来自欧洲的高层文化，它是可以随时在文化产品当中汲取的。你可以听唱片啊，好，你可以翻开这个文学作品啊，好，你可以
买卖来自遥远的欧洲的古董家具啊，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在文化产品当中汲取。但永远的银雪院映照的那个上海的旧日繁华，那也是他们的依托的一个理想世界嘛。但是这个理想世界在时间跟空间意义上面全部都不可能再回来的。都不太可能再回来，而且它所积淀的那个文化厚度，使得它没有办法像是那个欧洲高层文化那样，有一个取之不尽的那个文化产品的世界，可以让你随时的陪在你身边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就很依赖像医学院这样子的活动的上海那种感觉这样子。好，那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彰显出对当时台北的不满或不见。好，我说不满可能是杜连魁里面所呈现的世界，那这个不见呢，是永远银雪院里面他们其实看不到台湾了，他们看到的是那个流亡者的世界，看到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再来是呢，贾政形容贾宝玉是所谓精致的陶器，过去有一些评论《红楼梦》的人认为，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彼此没有任何了解，我觉得并非如此，贾政是了解他的儿子的，但是他无法让他过他想要过的生活，这样，因为他没有家庭责任了。好，他说他是精致的陶器，虽然很陶器，就不听大人的话，我行我素，可是他是精致的。他爸爸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好，杜连魁也许也可以做如是观哦。所以王大闳他称两者都是能享乐的、懂享乐的。好，即使两个小说的结局、人物下场都未必圆满，但是他并不否认这件事情的价值。好，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搭配王大闳的这个散文或杂文集来看，就可以看到他很多在这里面他对于食衣住行的各方面的这一种讲究，还有他的这个兴趣的这一种多元化。因为在这书里面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听过詹大哥讲那个甜点的故事，所以他里面对于这些衣食住行很讲究，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他喜欢谈论外星人，这个是我比较没心理准备的事。我觉得他的感兴趣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有趣的好玩的人，并不是那种无聊的贵族，对对，就是有趣好玩的人。所以在里面好几次的谈论人到底怎么样抵抗无聊，我就想说这是不是也是他个人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在杜连魁这个小说里面，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里面那怎么解决无聊这件事情这样子。嗯，好，郑大哥，突然用你了，对，好，我想再讲一下王尔德啊，就是说，我第一次去接触到王尔德，其实也都不是小说，第一次去就是碰到他的坟墓这样。他的墓是在巴黎的 La Chaise 墓园，那个墓园是1804年成立的，那是拿破仑，大家知道那个拿破仑，拿破仑要推动巴黎的现代化，他觉得乱葬岗是很不卫生的，所以他就征收了拉谢斯神父他的旧有的小教堂，把它变成一个墓园。那这个墓园因为刚开墓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巴黎还没像现在这么大，所以他其实离巴黎有一点距离，就刚开始就距离很远，所以没有人要去葬在那里。那拿破仑就想了一个方法，他把当时巴黎最负盛名的两位文化英雄，一个是诗人叫拉芳汀，拉芳汀就说出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到现在是大家都常用的，就说你怕的不是你的神敌手，你怕的是你的猪队友，就是拉芳汀讲的，但是他用法文讲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当时逝世不久，但是是算是一个喜剧大师，叫莫里埃，他把这两个人的墓移到 La Chaise 墓园，然后就开始突然就很多人要去了，因为你跟大文豪葬在一起嘛。那现在的 La Chaise 大概是巴黎市内三大墓园里面最负盛名的一个，它可能也是最大的，它大概有13万坪大哦。这里面葬的人无数啦，所以我当年是因为里面太多有名的人了，比如说你们听过肖邦嘛，对不对？你们听过普鲁斯特嘛，《追忆似水年华》，你们听过这个《卡门幻想曲》的比才嘛，对不对？啊，你们听过高老头的巴尔扎克嘛，对不对？啊，你们听过那个跳舞的伊莎多尔·邓肯，里面有唱那个《玫瑰人生》的 Edith Piaf，
他们都葬在这里。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去是翻着你坐巴黎地铁二号线跟三号线都可以到啊，你到二号线下在门口有一个钢哨，你用十法郎，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是1989年，十法郎买了一张地图，地图上面有编号，你就照着编号去找每一个人不同的墓啊。那我那时候其实去这个墓园要主要找的是一个摇滚乐团叫 The Doors， 你们听过门户合唱团？就是他那个主唱Jim Morrison 27岁的时候到巴黎要举办音乐演唱会，嗑药嗑太多就死在巴黎，就葬在这里啊。我是要去哪里的？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摇滚青年这样。哎，但是他们里面人跟我讲说，另外有一个墓你应该要去看一下，因为那个墓很特别。王尔德的墓是由美国的一位雕塑家叫 Jacob Epstein 所设计的，他刻画是一个非常凤凰的人，你看不出来是男还是女，但是他是像凤凰要飞，像火一般。那 Jacob Epstein 他是一个很怪胎的人，他跟王尔德一样，他专门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作品。王尔德的墓做出来了之后，他就变成了 Shash 墓园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墓，因为每一个现在正在热恋中的人，传说你只要在墓上面献上一吻，你的爱情就可以永固。他们不晓得这是王尔德最反对的，对吧？所以我去到那个墓的时候，我今天没有做投影片了，那个墓上面满满的是唇印。那到了21世纪的时候，墓园的这个管理方他就做了一个玻璃罩，因为唇印跟唾液它会带来腐蚀性作用，它那个石头就越来越酸蚀。然后他的王尔德晚年的同性恋朋友，他当然他这个故事下次以后你们有机会再讲，就是他的那个同性恋的恋人的父亲跟他心送啊，最后让王尔德下狱。但是所有的同志都有很多个恋人，他一个更早的恋人是安排了王尔德非常悲凉的后事，因为他放出来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英国，避居巴黎，最后脑膜炎死在法国。然后这个小爱人他要那个雕塑家在他的墓里面做另外一个小的洞，方便自己他将来挂了之后自己可以放进去。所以这个墓他就变成是一个爱情的许诺之墓。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讲到这个其实是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我今天讲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读这个小说知道王尔德，或者说知道杜连魁，或者说了解了一些王大闳，对我们自身的意义是什么？我自己感觉了哈，我们生在世界上，你所谓为何呢？就是你生活的你的存在到底是要为谁而活哈？其实更广义一点讲，王尔德在他其他的散文里面，他不断的为一种新兴的个人主义辩护了哈。所谓这个人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是你这个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在你自我教养的过程中，你慢慢知道你将往何处去。所以这个自我塑造的过程，我们英文讲叫 self-fashioning， 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发轫于西欧社会的19世纪，然后被整个西方世纪在20世纪继承，但是我们东方其实直到21世纪才开始正式跟他遭遇，因为我们的社会开始要求这个社会上的人不只是一个大家一起做大事的人，是你自己要有不同的能力，不凡的人生，你有自己独属于你自己创造财情的人，这个社会开始要求这样的人。那我们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所有人下给我们抛来的这种既定的轨道而活的人呢？那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打开你的感官，面向那个世界啊。但其实更啊，包含声音啊、气味啊、包含触觉，其实都是啊，你的感官要面向那个世界，你变成你在那个世界中建构了你。
那你也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慢慢慢慢慢看到可能将来的路，最终你到你过世的那一刻，你变成一个独属于你自己的人，而不是你活在别人道路上的人。那就好像我那些建筑师朋友问我，他们现在都是中年维特的烦恼，他们都想立德立功立言，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好像都不够特殊。他说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变特殊，我都叫他们回头来看葛雷的画像，或者说看大红先生的杜连魁，因为这里面他清楚地告诉你自我形塑是怎么回事。你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先要你自己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了解自己是怎么了解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是用你与众不同去探知世界的方法。世界就给了你一种冲动，一种想望，一种奔赴。像那个曾经我们一阵子所有的建筑师都在揣摩王大闳这个登月纪念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生者见其生，前者见其前啊。你看了这一幅这个作品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人生有一种新的可能的那种冲动？如果有的话，那这个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人的登月啊，不是因为它很难，而是因为它非常难。它要用尽你人生所有的材料才能够完成这件事。这是甘乃迪总统在1963年他开张 NASA 登月计划的时候讲的事，就是人要不断的超越当下啦。那台湾社会是一个很喜欢停在过去，很喜欢这个眷留当下，却很难对未来有所张望的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这两位王先生，他对台湾社会，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有的、最强大的意义，在于他的某一种在生命里面追求独自因子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决然的自我意志。那我们应该在我们日常世界里面就开始来学一学啊，比如说贝多芬13号到16号的弦乐四重奏。好，我讲完了啊，让嘉轩老师。不会，其实我觉得你做的这个结尾已经非常好了，就是大家之后如果有机会看更多王大闳先生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他有时候我看一看，有时候觉得很气哦，就是。比如说他有一篇文章专门写自己的失败啊，然后里面还分门别类啊，就是说这个念书上的失败、就业上的失败、教学上的失败、写作上的失败，所以他谈到很多失败。但是呢比如说他就会讲到，就是说他说他去考那个剑桥的这个国王学院的时候，他说他考了一次就考上了这样子。哦，那但是他听说有一个新加坡来的华人子弟考了7次都考不上这样子。哦，那他就讲到说，虽然我的考运很好，可是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失败。我想说你够了，对，就会觉得很怒这样子。就是他里面常常会用一种非常坦率的口吻讲这种事情这样子。哦，就是其实我觉得读起来会是还蛮有趣的事了。哦，那但是我自己读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一种坦率而多样的那种对人生的一种强烈的好奇跟思考。那当然我们读他的东西在某一些部分也许你会觉得会感受到他是以前的人了，比如说他对女性的那个权益日渐高涨他就不是很赞同这样。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充满了某个时代的这个男性的偏见。哦，但这种偏见可能现在还是很多男性有这样子，但他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危机而特别写了这个相关的文章，在这里面不是很政治正确的这种文章这样子。哦，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懂得怎么样生活的人知道吗。哦，那比如说他非常喜欢看书嘛，那他其实他就讲到说他觉得看书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些书就是其实是有你看书可以多出100、1000、10000只眼睛来扩大跟充实你的生活的宇宙，这样。
哦，他会觉得重点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善读书的人可能都讲过类似的观点，但是大家表达出来不太一样。不过刚刚这个扎哥最后的结论讲到，就是说，王大闳的书还有王尔德的书，就是他们教我们怎么样，不要走在既定的哦，大家已经规划好的主流的那个道路上。不过这个事情很有趣，其实我们一般都会非常羡慕这样子的人哦，但是在现实人生的选择上面要这么做。哦，其实反而是很困难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需要某种勇气。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是你觉得困难，那就是困难，那就困难。你觉得不困难，那就是简单。哦，就是你自己内在要迸发出来的那个强大的冲动，大到一个程度，所有外在的东西就自然而退。嗯，也就是说，其实。外在的环境对你来说很困难，那是因为你内在很羸弱了，嗯，对万物没有热情，你就没连到世界上，嗯，哦，所以你就被人摆布。那如果这万物启蒙了你，你像华莱士啊，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这些人，像达尔文是被洪堡德的书感召了，他哇，你去到地球的另一头有那么。像伊甸园般的新的世界，所以他就坐上小猎犬号就出发，回来就写了小猎犬号游记。华莱士看他写了，哇，他们都看到那些事，那我去一个他们没见到的地方，于是他来到了这个印尼跟马来群岛。也就是说，你自己内在强大的冲动会冲破一切，但重点是你现在是一个很弱的人，怎么变强大这件事。这件事是从你日常的物我关系开始的。我觉得享乐主义是一个很强大的哲学的学派，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集体化的社会，它刻意被压抑，刻意被扭曲，刻意被污名啊，所以啊，我们如今读这个书，其实是让我们自身走出那个集体性的一个引路灯啦，我可以这么讲。好，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讲座之后回去，大家能够发现自己内在那个巨大的原力，这样突然进入心剑，这样发现那个巨大的冲动，就是对啊，确实有一种冲力驱使我们去走向不太一样的道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边，谢谢大家。